哎，ChatGPT 的，做了7个8个货真，我教你一个 shortcut for 7把的，有 shortcut 的其实，只是 for 这一种啊，这一种有 what's the word 的罢了啦，没有 what's the word 不可以的。这个 shortcut 是可以用在考试里面的。哎，不，你先做先用照常的方法先，因为 let's say 你忘记了那个 shortcut，你还是会做。你会用这个比较长的方法。也来，首先九 W 乘九 W，号码乘号码9981，alphabet 乘 alphabet，W 乘 W，W 括号二，然后第二个。九 W 乘减二 X 等于 alphabet 乘号码乘号码，OK 九乘减二，OK 不要忘记啊，看那个号码是正数负数，你一定要看前面这个加减的。九乘 negative two，所以是减18。alphabet 乘 alphabet，W X 对吧？因为不一样的 alphabet 啊。OK 第三个。号码乘号码，减二乘九，所以是减18。Alphabet 乘 Alphabet，XW。第四个，减二乘减二变加四，所以这边写加四啊。Alphabet 乘 Alphabet，X square。OK，然后又做合题了咯。OK，前面的一定是照抄啦。两面东西有 W 挂失读过没有了嘛？是。中间这个可以合体的，OK，中间这个哎，错，OK，中间这个可以合体，所以减十八边因为 WX 跟 XW 它们是一样的，所以它们是 consider 是不带 summer。所以减十八等于减36，我们就写减36。OK，WX 也可以，XW 都没有问题。然后最后一个加4X square。就这样吧，比这一题还蛮容易啦。OK，但是我先跟你讲一个一个 shortcut 先啊，这个 shortcut 哦。是很好用的，是 especially for 这种有 what's the word 的，把你先抄先，有点复杂，有 x 有 w 写好好了呀。也来，我教你一个 shortcut。这一个 shortcut 哦，其实是这样的，你可以写在随便一个地方啊。把 ocean direct 给你看先，logic 有时候。如果你遇到 a 加 b 挂失 rule 的话，OK，那么我们一定知道嘛，它是 a 加 b 咯。OK，然后箭头一样啊。箭头画一下，画一下，有 derive 给你看啊，只是过后你可以 shortcut 跑的。OK，A 乘 A，A 挂失读二，A 乘 B，A B，B 乘 A，B A，最后呢，B 挂失读二，A 是 B 乘 B。过后开始合体，A 挂失读二照抄，A B 加 BA。给他们两个是一样的，你可以这么想象，他们是 AB 加 AB 来的，所以你会拿到2个 AB，最后是 B square。OK，重点是这个啊，重点是这一个跟这个好了。OK，还有第二种方式的，就是水饺里面一定要加，对吧？里面可以是煎啊，
如果你碰到 A 减 B 怎么办？给、okay, 你就 repeat 啊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最后结果。最后结果呢是 A 瓜是多少减2AB 加 B square。哎，这是第二种。哎，一个是碰到加，它里面就是加 2AB，碰到减里面就减 2AB，这个是否你走 shortcut 的啦？啊，等一下，我做给你看，它的 shortcut 可以怎么样用的。给、okay, 举个例子啊，这个很好用的这个 shortcut。等你到 form four 了，你180是用这个。比如说，你看第七啊，它是4u 加 v 瓜是如何啊？OK，来，4u 加 v 瓜是如何？OK，我 demonstrate 给你看，我们要怎么用左边这个，对吧？因为现在里面是加法，所以我们用左边这个。对，如果你 expand 的话，它会变成 a square 加 2ab 加 b square。a 呢是加的前面，b 呢是加的后面。对，如果你认得好这边的话啦，你应该会想象得到，加的前面是 a，加的后面是 b 来的，就是 a 加 b，不是符合吗？符合这个条件的咯。对，所以它答案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a，不是符合。现在我这边的 a 是 4u，我就写。4u 我是读了，啊，这就是 a 我是读了，然后加2，OK，a 是什么？a 是 4u 就写 4u 2a 啊 a，b 是 v 啊加 2ab 再加 b 我是读了，加 b 哎，所以对不对？b 是 v 啊。B 是这个 V 啊，所以是加 V 瓜氏度啊。哎，你应该看得到这个是 A 哦，A 是 4U，A 是 4U，V 是 V，V 是 V 啊，这个是不是长成了 A 瓜氏度二加 2AB 加 V 瓜氏度啊？是这个。哎，有什么好处？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哦，你可以做超级快的。给这个瓜氏度二。你可以把它带进来，带进来，给变成四瓜是多尔，u 瓜是多尔，四瓜是多尔，u 瓜是多尔。你按 calculator 啦，四瓜是多尔是什么？是16，所以这写啦，写16，u 瓜是多尔。给加嘞，给这边有三个东西在相乘，我们一样的做法的，号码乘号码乘号码，二乘四乘一等于八。Alphabet UB，而右边呢，这个瓜氏读尔带进来，变成 D 瓜氏读尔加 V 瓜氏读尔。啊，通过这个方法，你是不是会看到，哎，是一样的，没有分别。啊，但是如果你觉得上一个方法比较容易，你就用回上一个方法啦。哎，只是你过后你还是会用回这个的，你到 Home 4了过后，就算你不用也没关系，没有人抓着你一定要用。你可以自己要用，或者是不要用都 OK。如果你已经会心算了啊，你慢慢搜啊，是，你从这里跳下来都 OK 的，从这个直接跳答案出来啊，都可以，对，没错。OK，你要直接跳答案，你一定是用这个 formula 的，你不可能用上面这个的，有一点难的，是可以的。如果你觉得很难，你就不要管它，等后面要用到的时候，你再用过几次，就说减的话就用这个，哎，做法是一样的，没有分别的，减的话是这个哦，对吧？这个第八个啊，认好好谁是 A 谁是 B 就好了，这个是 A，这是 B，所以这是 A 减 B，哇塞，读啊，所以用的是红色的这一个左边那个。OK，你们可以自己 try 啊，答案是一样的，OK，但是不重要啦。OK，所以我们现在看下一个 part，你可以抄一抄啊，抄完了过后我们看下一个 part。再讲一面吗？一面都差不多一个小时了，是不是像猛的？
下面来，OK，下面哦，它就是把前面我们学到的全部做一个合体罢了。OK，举个例子，还有我们百慕大杠杆呢，就是简单化。没得啦，通常简单化呢，我们都要捆绑杆的。你先捆绑了，然后再简单化，先开括弧先。OK，这边哦，左边这一个呢，它就是一个号码乘括弧里面有加减。所以它是乘给这里面这个就可以了，给、okay, 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减也要乘给进去，对吧？这个是减一括弧这个东西，所以它也是跟那个号码乘括弧里面有加减是一样的东西来的，所以我们就做这样子的方法。Okay, 做的时候一样啊，号码乘号码，阿伯伯乘阿伯伯，二乘八十六，u 乘 v，u v。二乘减一减二，u 乘 u square，给、okay, 够到现在这个搞定了吗？那搞定了，现在我们看右边这个，给、okay, 先不要写减先啦、啊，因为我们要顺便把减乘进去嘛，所以减一乘六等于减六，alphabet u v 嘛，减一乘减 u square 号码的话呢是减一乘减一是加一咯，OK。然后 alphabet 是 u square，但是我讲过，讲过了，只要你有 alphabet，然后你号码 e，你可以消失掉的。如果你是有 e 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拿掉，剩下加 u square 吧。啊，嗯，这样吧。不过还没做完呢，我们可以做简单化，因为你现在你要找什么？你要找一样的舍不得吗？肯定是 u square 啦，你看他们的 alphabet 哪一个是一样的，肯定是 u square 啦，所以我们就做合结合先咯，减二 u square 加 u square，欠人家两个 u square，然后后面再补多一个，等于还欠人家一个 u square，所以减 u square 了，啊，这两个合体啊，过后剩下什么？剩下这个16 uv，啊，这个16 uv 前面是。没有 alphabet 哦，没有那个 sign 啊，代表它是加来的，所以是加16 uv。这个写了过后，就到下一个，这个减6 u，OK 了，就这么老了。师，啊，对吧？那个减六 UVI 啊，减6 uv，那个等一点啊，你看啊，减六哦，这个 OK，没注意到，因为这边有 UV 啊，所以不能结合了，这样没有注意到，所以是哎，是掉，所以是这两个结合了，这两个结哎，这两个可以结合了，这两个也可以，两个这个跟这个，因为这边是减一乘六变减六嘛，UV 啊，忘记了啊，不，OK，所以这两个合起来16减6等于10。u v 减二 u square 加 u 等于减 u square 了，嗯，就这么，嗯，有时候要注意一下。OK，来，我们再看多一题啊，这个两行就做完了的，其实哦，很快的，但是只是你遇到那种两个括弧的、啊、就头痛了。OK，第二题的。一样啊，外面有号码，里面括弧有加减，我们就像画箭头啊。外面有号码，里面括弧有加减，OK，我们就像画箭头。OK，过后乘进去咯，m 乘 n，mn，m 乘减四 m，减四 m square 啊，号码乘号码，减四乘一等于减四，alphabet 乘 alphabet，m square。然后三乘四变12 mm，你要写 mm 也可以。过后号码乘后面最后一个箭头就是减二乘三减六 alphabet n，supposing 你 expand 过后是长这个样子的。OK，过后我们就开始找咯，找一样的灯了，肯定是这个啦，mm 跟12 mm。
他们两个 subtotal 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做合体，这是 E， 所以是 1mn 加 12mn 等于13，然后剩下的都不能合体啊，所以减 4m squared 是剩下的，还有一个减 6n 是剩下的，哎，这就来 for 第二题的。有点问题，这个一直重复了这一课，但是他的问题得多样化了，他会问到很复杂很复杂，还可以问到很简单，但是他是数学题哎，数学的 basic， 他没有讲好像以后没有用的，这个以后很有用的。OK， 来，给下一题，给现在下一题哦，它只是把东西复杂化，再复杂化一点，有一个公式读哦。OK， 所、so, 以如果我们照着最普通的方法啦 ，OK， 我们不要 shortcut 的话呢，那么就是把它拆出来，变成 h 减 k， 后面没有动过，我们就照抄加3 hk， 因为你拆了过后，你才会做嘛。你拆了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画箭头了。对啊，因为如果你遇到两个括弧的互相乘的话，通常会有四个箭头的。如果只有一个括弧加一个号码的话呢，只有两个箭头的。要记得啦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应该会咯 h 乘 h，h square，h 乘减 k， 减 hk， 减 k 乘 h。减 kh， 减 k 乘减 k， 加 k square，expand 完了过后，不要忘记后面还有一个 3hk， 不要漏掉它。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做合体啊，到底谁是一样的？h square 没有东西可以合起来了的，所以肯定没有的。但是这个 h 减 h 啊这些一样的嘛。HK，HK，HK，一个 H 一个 K，K，OK， 所以我们先抄先咯，前面是 H square， 我们先写先咯 H square， 给、okay， 中间这一个呢，我们写 HK 的，给、okay， HK 的话减一，这个是减一嘛号码，这个号码减一，这个号码也减一，这个号码是加三，所以减一加三等于加一。哎，这个擦掉啊，这个不用写了，但是跟你讲一讲啊，等于加一，所以加一 HK 还有 alpha 的，所以加 HK 就好了，一不用写。然后后面可以挂失读了，找找啊就可以了。讲完了这一面就可以说完，还有8分钟，但是讲完了这个就可以了。教农民，不好意思。教农民。还没教这个啊，因为这个是普通的嘛。不会公公发当你会这个，会教你了的啦。我很快就是表示还有什么课程没教你其他东西啊，教你更难啊，都是以这个为基础咯，好像你以前小学学加减乘除嘛，像现在中学也没有教你啊，因为那些是基础。没有教再难一点，再难一点。OK， 来看第四题啊。OK， 乘进去。Okay， 因为这个是两个括弧相乘，所以就乘进去罢了。然后这一个呢是号码乘一个括弧罢了，所以两个箭头罢了。我一次过做了，因为你一个一个做，你要写很多括弧。OK， 然后我们猜四乘四是六，四乘 p 四 p， 减 p 乘四减四 p，
减 P 乘加 P 减 P 不是 lower。Okay, 所以这一个、哦、已经 expand 完了。现在看右边这一个，右边这个呢是 P 乘 2P 2P square、哦、第二个箭头 P 乘减 P 也是 P 乘减 E 减 P、啊、然后答案就来了。Okay, 然后开始找咯、okay, 单单看号码罢了啦，其实只有16罢了，其他都没有号码的、啊、其他都有那个 P 作为他的 partner， 16哦他自己一个人 一个号码罢了，所以我们照抄不要管他。Okay, 那么第二个 P 呢， P 的话有哦，你可以看有单单一个 P 罢了啦，有三个手不单是有的，减 P 4P 减 4P减 P， okay, 所以4P 减 4P 了，这个会不减掉了，4减4变0，剩下减 P 罢了，怎么写减 P、okay, 然后后面这一个呢就是剩下减 P plus 2跟加 P plus 2，哇这个粉红色的有点难看。可以了，对，后面这个呢减 P plus 2加 2P plus 2减一加二等于加一，所以 P 八十多罢了，所以 positive P 八十多条，因为它是加一嘛，所以加一 P 八十多。哎，还有两题，还有两题，哎，写完了过后，是不是还有两题啊？我不懂哎，还是才有八题？哦，还有两题吧。对了 okay, 小鸟我们看下一个 okay, 第五题哎，一直 repeat 的啦，就是你没发现到后面的题目，会做就会做，不会做就真的不会做了啊，沉进去 OK， 你看我做快一点啊，给做快一点的话呢应该是这样子的，R 乘 R R 瓜是 2R R 乘 2X 等于 2RS 减 2X 乘 R 减 2SR 减 2X 乘 2S 等于减 4S 瓜是 2R、okay, 这是左边 expand 的、okay, 右边呢加 R 乘 2R 2R 瓜是 2R 加 R 乘减 S 减 RS，每一个箭头代表乘法，刚刚做过的东西来的其实 okay, 然后开始做合体就找咯， A 瓜是读物的话呢有两个，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，没有了，所以是 1R 2加 R 2等于 3R 是读物 okay, 然后 RS 的话呢有一个两个三个加 2RS 减 2SR减 RS， 他们两个都是，他们这三个都是一个 R 一个 S 啊，所以他们可以做合体，所以加2减2变0，剩下减1，所以减 RS 吧。最后一个呢，没有东西可以跟它合起来了，所以减 10S plus 2。还差分钟吧，来，写完了。快点找找工具，我找找工具了，你不是我哦，咋啦？哦呀 ，OK， 来第六题，箭头啊，两个括弧的都是有四个箭头的。Okay, 3x 乘 2x 2乘3变 6x 乘 x 变 x 不是 2， okay, 第二个箭头3乘减3变减 9x 乘 y 变 xy， 第三个箭头减1乘2变减 2y 乘 x 变 yx， 第四个减1乘减3等于加 3y 乘 y 变 y 不是 2， okay, 后面没有东西嘛就照抄了，没有动过Okay, 然后做合体哦，去找哦。x 2的话应该没有东西可以合了的了，我们照抄，因为只有它 x 2吧。xy 的话还有 ，xy 有这个，有这个，
还有最后一个，所以减九减二减十一，减十一减十减二十一，所以减二十一 xy。最后一个剩下加三 y square， 没有东西可以把它合起来了啊，所以加三 y square， 哎呀，没了。好，你就可以收了。要收。还行哦，没上学，没上课。哎。我还能去做饭菜。哦，是哦，该忘记了，很闲了呢。闲。闲了，刚开第一天人家开心了，第一天做的时候很开心的。对，我已经算你跟我已经做了第三年。做第三年了啊？哦。好，这么久啊。